Hello，我是大头。你好，我是江年。Hello，我是大白。Hello，我是大头。你好，我是江年。之前有次在前台嘛，看到有客人问我们微信客服，说，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派外派，然后又问了一句，那牵手算不算额外费用？不算了，没有，其实没有这一项，没有这种说法，对，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我当地我，但是就这种东西吧，你像什么勾勾手、勾勾胳膊什么这种东西，看男生个人嘛，他要愿意，就那啥，就不愿意的话，也不能强求人家怎么样，对吧？我们所以是每个人给每个人自己的定义，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还是看个人的，没有个明确的那个规章制度说你不许怎么样，除了喝酒以外。也不是稳定客源，而是有些客人对吧，跟你处的久了就有感情了，你还得对吧，你还得稳住军心。客人嘛，来其实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嘛，所以说对上其他的感情，这就是一个工作服务行业了。再出去的话是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的，因为考虑到一个安全的因素，但是这个行业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业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会定一些规则去保护你孩子，包括在手机上装一个 GPS， 如果你出去的话你必须要 GPS 保持常开，然后我们是不允许一个女孩子单独出去的，但女孩子愿意的前提下你们才可以出去吃个饭，吃个晚饭，或者说看一场电影。其实女仆经营的话就是靠做陪伴，因为在当下包括最主要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他的年轻人群体相对来说寂寞孤独的人很多，那么他在平时生活中他一定是需要一个途径去寻找这些情感上的这些慰藉的。因为在经营者的经验当中，女性客户的忠诚度比男性客户的忠诚度要高非常非常多，非常高的忠实度带来的就是她的消费的粘性很高，她愿意去付出更多的钱，但相对来说男性客户就没有这个资质。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不要和客人产生一些情感上的纠纷，一些羁绊，但是一个行业你如果要做到，特别是知识点的话，很难保证一个高消费能力的客人不会和他喜爱的女仆或者执事有一些情感的纠纷。那我们不想把这个纠纷带到我们的经营中来。同比我做的别的行业来说，我觉得这个行业的爬坡期要比别的行业来得快得多。就目前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能最多最多三个月爬坡机就应该可以完成了。在两三年前它是一个保利的行业，但现在它不是一个保利的行业，因为饼就只有一张，那进来的越多每个人知道的越少。我觉得这个行业的话，它的野蛮生长周期应该已经结束了，但是行业并不会消失。接下来的话就是看各位经营者如何去提升自己的点，在市场中存活下去。